在小小的蛋仔岛里转呀转呀转，看见那蛋贩子我就撞呀撞呀撞。浪哥，浪大队长，不好了，秀儿姐姐在结婚。那你什么结婚？冲啊！那么好，请问小姐，您愿意嫁给在您身边这位先生为您的丈夫吗？无论贫穷与富贵，直到永远吗？不愿意，绝对不愿意。去你丫的！兄弟们，跟我一样不愿意的扣一，愿意的扣二。啊，你们谁扣二，谁就上去踢他。哎呦你妈！浪哥。干什么干什么，那个龙套加什么戏给我打出去啊。龙套打的打的。浪哥快走开，一场戏80单币，我今天是女主角100单币呢。嘿，不就是演戏吗，那谁不会呀。浪哥我的演技那也是数一数二的。真的假的，骗人的吧。什么还不信，我这就去应聘演员去。导演导演，我要演戏。那凉快哪待着去，不要蛋币。哎呦你妈，这样啊，行，你先去化化妆来试试几场戏。嘿，怎么样，咱们直接被导演看上了。其实我是看上你，不要蛋币。你别笑。走去化妆间。哇，好大呀，还有粉饼，用一下。这还有眼影呢。哎，去，你一个跑龙套的用啥眼影。嘿，跑龙套咋啦，我的演技可以媲美影帝。我信你个鬼。OK， 妆化好了，终于可以试戏了。导演我来了。第一场甄嬛传之吃橘子开始。嬛嬛来为朕吃橘子。我不喂。那你吃一口可甜了。不吃啊。来嘛吃一口嘛，来我给你拿。不吃啊。哎呀皇上你马甲掉了。这虽然最后呢出了一点意外啊，可咱这演技可是有目共睹的啊。去哪凉快哪蛋去。哎呀，看来咱们小伙伴对我的演技还是有质疑啊。没错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，看来我得拿出真本事了。第二场长月烬明之无语烟花熟美开始。烟花真美啊。那秀妹子，烟花和我谁美啊。烟花美啊。谁美？烟花美啊。我觉得我美。烟花美。怎么样，这次体会到我的生动演技了吧。演技，瞅瞅你那面瘫脸，这个表情都不带变的，一个表情就演完全场了，还演技，你可别扯了。啊，怎么就面瘫了。哎呦我的妈。这好像是有点啊。我懂了，这一定是衣服的问题，我不太适合古装啊。走，小妹子，咱们试试这个。第三场真假财神爷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财神爷。我才是财神爷。我是，你看我元宝比你多，我才是。去你丫的。哎，过去，重来。你别笑。很荣幸获得这个奖项啊，感谢秀儿一直的支持，感谢家人们的鼓励，感谢蛋奶 TV。最后呢，再着重感谢导演能给我这次演戏的机会，谢谢。感谢所有身在坦坦的朋友。去你丫的。你真够可以的，知道的以为你通过考验可以跑龙套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得了奥斯卡了呢。你别笑。